5日，张馨予在微博宣布自己结婚的消息，瞬间引起网友的围观，并纷纷祝福这对新人。随即，新郎何洁的身份以及两人的结婚照也被曝光。照片中，张馨予一脸幸福美满的样子，穿着神圣的白色婚纱，尽显娇美。而新郎何洁则穿着直装站在一旁，高大英俊，英姿飒爽。张馨予也携爱犬一同拍照，只见爱犬穿着可爱的小西服，萌翻众人。与新郎合照的照片风格偏小清新，而新娘张馨予的单独照则尽显简约霸气，简单的白色露肩婚纱，利落的编发，搭配大红唇，显得张馨予宛如天鹅一般。据悉，两人是在一档综艺节目里相识的，两人交往了8个月便迅速结婚。新郎何洁目前的身份是上尉警衔、武警特战指挥员、武警特战队员、武警军官、海外警卫队员。何洁还曾在节目里为张馨予剪去一头长发。部分图片来源：浪眼。